高难千五百公尺决赛，十二位选手出发。参与选手有湖口高中叶小红、高雄中学张正伟、仁武高中周新成、阳明高中曾子胜、双溪高中李安义、湖口高中林炳汉、海山高中林佑安、长荣高中曾佑赛、惠文高中杨生豪、男子高中郭玉挺、庄敬公家蔡清和以及南港高中魏泰宇十二位选手。大会记录是由台东府中廖福斌说保持的3分56秒69。相信他们都是想要争取这块金牌的。那其中也值得介绍的有四位刚升上高中一年级的好手，在去年的国男拿下冠军的林炳汉，拿下第三的周新成，第四的曾子胜，第八的李安义。特别是李安义的进步幅度是相当的大的。都顺利的挤进这一次的高男1500公尺的决赛阵容。目前30名的叶小红、曾子胜、林炳汉，23都是高一，叶小红目前是高二，那张正伟已经来到了高中三年级了，加油！叶小红、曾子胜、林炳汉。拿下全中部冠军的选手。